锵锵三人行，今天这个刘翔这一幕啊，感动了很多人，也把我活活看呆。各方面都有各方面的反应，连杜蕾斯都做出了反应。对，这个由文道来转达一下。好像一直在关注杜蕾斯的官方微博嘛，他立马很快，大概十几分钟就出来一条，叫做“最快的男人并不是最好的，只有坚持到底的男人才是最强的男人。”对，这意思说他怎么样也走到最后。对，最快反而不好。还有人说杜蕾斯破产不可怕，杜蕾斯破了才可怕。哎，咱们不能开玩笑。刘翔这个事情，很多人很情绪很激动，甚至人家央视都哭了嘛。所以我们要还原一下这个事故现场，再看看这个照片啊，这个。来，我们导演就接下来出吧。摔倒，这个瞬间呢，可以说会长久的啊，印在多少中国人心目当中。正如他这个打破世界纪录的那一举，也正如他在北京奥运是吧退赛的那一举。哎呀，我觉得这可真是，你4年前脚伤，他的选择。是退，对，这次他的选择是倒在跑道上，对，然后走完跳完现场。而且今天一开始啊，我看的时候我就观察呀，你看他其实是有意的，对，因为上面有个镜头，他进来时做出轻松的表情，你知道吗？而且在起跑的时候说到他名字，嘴角微微一笑，哎，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人呐，在那个时候他是不是胸有成竹的知道。他要跑不下来，还是说心里也有一个赌，到底跑不下来？央视的评论员说他知道他自己跑不到终点，我怀疑。我觉得央视的评论员怎么知道他不知道自己跑不跑？对，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不会。但是哈，他最后这个出来跳是回应4年前国人的批评，对，因为4年前中国人说，他们说刘翔应该爬过终点，对。这是非常残酷的一种说法，对，但是他以更残酷的方式在回应他们4年前。可是这还不够残酷，更残酷的还有呢，子东，因为现在很多人又反过来又说，你要是明知道跑不完，明知道搞不了，你就别出来演戏，别出来这么跳。所以我跟你讲，中国人呢，你是没办法讨好的，你退赛，他就说你怎么不爬到终点？好，你真的是撑到终点了，他就说你别装了。这我觉得中国人这种真的说质疑一个人啊，那种精神那种态度之不懈，之努力不懈，我觉得比外媒质疑我们叶诗文还厉害。我们就别说人家怀疑叶诗文，不，咱不能一棍子打死一船人，最多是一半中国人，但现在就有一半也就够了。你想想看，你知道这个事出来之后，我刚刚上网看，反正我发现很多外国媒体就没有这样子去怀疑这个刘翔。我们很奇怪，我觉得我们到底是这个心态很古怪。我觉得 OK， 我觉得你有人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怀疑或什么，但我觉得这都是没有办法证实的事情。对对，所以啊，我有一个，我这次看奥运，我有一堆问题，我慢慢问出来。先从刘翔这个事儿问啊，我就看这个网友的这些很多的评论呢、哎，我老觉得这个里头啊有一种潜规则。这个潜规则呢，就是他们为什么能这么骂呀、他有一种潜在的债务关系，你说这种债务关系，我格外想请教你们哈，就是说它成立不成立？这种债务关系之一就是所谓举国体制。那么举国体制就是说啊，哎，我们都是纳税人，我们是老板，人民是老板，对吗？我们交的钱，你国家是你的老板。那么这个举国体制就把它行政化的特征是什么呢？做官的要有政绩嘛。那么你的政绩不是什么爱好体育啊，你的政绩确实是金牌嘛，你举国体制的方向是吧，是金牌。好，那么我那意思，我作为老板的所谓人民，哎，我有没有理由认为你没拿到啊，或者说你我又给你横挑鼻子竖挑眼，我有资格跟西方人不太一样。还有一种债务关系啊，就更古怪了，就好比说你拍了多少广告，你赚了多少钱，说你又混了4年，你混了4年，你这赚了多少钱？好像是啊，你要为你赚的这么多钱，我为了这个
我可以指责你，可以骂，是不是？我有点，所以我要问你们，这种债务关系你们怎么看？我觉得这种债务关系呢，是一种你心理上好像可以成立，因为心理上你会觉得我给纳税人给的钱也好，这你好像还能够问责一下，为什么你没有给我好表现？但是另一种就比较奇怪，就是说你拍了那么多广告，赚了那么多钱，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不奇怪啊，这仇富心理啊，这很这正常。这个就是我们一直讲这个网络民意的基本游戏规则，就是老百姓责问你官嘛，然后就是穷人就是看你这个赚的钱多嘛，你知道这个田径队4×100女接力队员张培萌说，中国田径分两大类，一类叫中国田径，另一类叫刘翔。他是称赞哦，他是喜欢刘翔哦，可是你想想，这种你有多少宠爱就有多少责任，你知道刘翔这个过去的8年里承载着中国人的梦，变成无数人的偶像，一个榜样，一个代表，一个符号，那么你就难怪所有的人，就当你出现问题的时候，大家的失望跟期望是成正比的，你巨大的期望跟巨大的失望也是成正比的，所以今天这件事情，厂子里摔多少人，多少人失败，可是我们的国民就是不依不饶。有人说的对，最放不过他的居然是中国人。对啊，他跳不过去的不是自己，而是自己人。所以我想说，我们应该要还原到一个点上，这个点是什么？就我不管他是什么举国体制的产物，用了纳税人多少钱，也不管他用广告赚了多少钱，我只问一个东西，就回到比赛场上，他就是个运动员。比赛是什么？比赛这个东西没有说我们纳税人给了多少钱就该给你第一的，比赛不是这样的，比赛就是会有胜负的，会有各种各样的竞赛情况。有没有这么一种考量，就是说假如啊，我说的是假如，假如就像4年前一样，他明知自己一个栏都过不去，但是呢，你说要照你这个咱完全真的运动员的来讲，他是不是应该干脆退了？但是呢，他的选择是倒在跑道上。我觉得怎么看？我觉得啊，这里面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就是他说不定还真想拼，他想真拼一拼，就起码预赛看拼拼看怎么办，对不对？第二呢，就是也许他真知道自己不行。但是他觉得如果真的是不行的话，这等于是告别演出，告别赛的话，他要做一个很完整的东西，包括他最后比较亲吻土地跟栏杆，我觉得这也是挺庄严的一个告别，对于运动员来讲。因为我们看看当时场上其他人的反应啊，我们在电视看的，不如你看当时运动场里面现场几万人在为他鼓掌，那些外国运动员过来搀扶他，然后有一个匈牙利的选手后来跟我看 BBC 上面说，他是我小时候看他破世界纪录，他是我偶像，我最尊敬的人。就你要把他还原到那个运动场上，他作为一个运动员的身份，他怎么处理这个状况，我觉得他其实是很恰当的做的。我觉得我的感受跟你不一样。不一样，好，不一样，太好了。广告之后啊，还接着看我们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给你读一下这个民意调查，震撼，刘翔以最惨烈方式告别奥运，18%，这是上百万人的啊。感动，刘翔战斗到最后一刻，13%。这个失望，刘翔最后没能成功，10%。疑惑，意外再次发生在身上，51%，最大。第二项，单腿跳的告别哈，理解并为之感动，22%。像是刻意的告别演出，48%。一个时代正结束了，22%。你如何看待他坚持比赛哈？伟大的拼搏精神20%，健康重于竞赛，不应该坚持14%，有表演的痕迹让人疑惑58%。这哪的调查？这个是就凤凰网啊、凤凰网的，就凤凰网有上百文的。我自己觉得哈，他参加比赛，输了怎么样？这都可以理解，这没有什么大的不得了的事情。但是他后来再回来单脚翘亲吻这个栏杆，那就已经不是体育的一部分了，那就是在回应4年来、8年来国民对他的期待， 那就已经不是体育的一部分了。哎，我觉得不只是这样。这个我就像我们今天刚才说的啊，我觉得啊，的确他说有没有表演这个东西啊，你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但是呢，不管有没有啊，你知道啊，
如果说是有所设计自己这样来告别，或者说有所动作来回应多年前所就所有这些人对他的这个期待或者不满，对吧？哎，如果是表演的话，这里面就有一个你怎么看的问题。有些人觉得很感人又哭了嘛，有些人觉得很悲壮，也许甚至是在我眼里啊，我就说我觉得很愕然，甚至是说是不是稍觉有点这个戏过了，有些人说，对吧？但是啊，就像我刚才跟你讲的一样，退一亿步讲，不说他是就是即便他不是说完全冲动自发这个情动于衷做出来的，即便就是有所设计有所表演，我觉得这是他显示自己的一个表达方式。难道这个一个表达方式不可以？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可以接受吗？他太累了。就是你想怎么样嘛？就你四年前 ，OK， 他就退赛，大家骂他。好，现在他说那我就走到底吧，还要骂他。那你希望他怎么样？甚至我说，甚至我说，这就是要是我是刘翔的话，这就是我一行为艺术。你允许不允许？我个性，我行为艺术，这是我的美感，我的美感。我觉得这你们可能觉得不美。不舒服，而且我的美感这种状况是很多年前就有，88年，84年不是86年的时候，那时候有一次就是，一个加拿大选手，你记不记得很有名的嘛？是跑多少米我忘了，就是脚伤了，然后跑着跑着伤了，根本跑不了了，然后呢，这时候他爸爸跑出来嘛，就扶着他，一直走到终点，那么当时也是全场鼓掌。那你说这个叫不叫做表演？我觉得是两回事，我觉得就是两回事。所以你是认为刘翔就在表演？ 我相信刘翔是真性情，是他自己的一时冲动。那就像你说的，有很多马拉松运动员摔倒了，睡下了，第二天还跑回来都有，这都是奥运史上的奇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是奇迹。但是如果像很多网友怀疑的，这是一个团队运作，这是在应对几个方案，就像上海市政府设计好的几个方案一样，我们这样来对民众交代，我觉得，总之我觉得作为体育来讲，但是你要有证据啊，徐子东，我没有证据，没有就不能这么说，你要有证据才能说，我的证据是我相信他是对的，小心啊，徐子东，你要很小心，你现在要指控做这样的一个指控，你一定要搞清楚，我们现在是不是有证据说这有一个团队在运作什么？我知道很多人有这个怀疑，但是只要一天。我们没有人有任何这种证据，所有的利益都要归于被怀疑的人。对啊，所以我刚才说，我相信刘翔是个人的冲动做这个事情，你没听清楚我说的话。但是假如像有些人怀疑的那样，我说的是假如啊。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if。就是你说假如是这样的话，我的认为是什么？假如是这样的话，也无伤大雅。那你觉得假如是这样的话，他觉得假如是这样的话，假如是这样是有问题的。但是问题是我现在不想说任何这种假如的理由，就在于我没有证据，我没有看到任何的证据。这你完全我们可以说有很多怀疑。比如说我还看到有些网友说，之前就有人写好这个剧本，前几天网络上已经传出一些段子，说的还挺准的。说的，哎呀，我就知道刘翔到之后会怎么样，他会摔倒，摔倒之后呢，然后他要坚持走到最后，还要亲吻栏杆，几乎都说中了。但是问题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如此之多的巧合，你去预测一场比赛会怎么样的结局，有几亿人在这猜测，那总有一个是中的，那不能说明什么，对不对？这不能说明什么。这个咱们还是愉快一点吧，是吧？犯得着嘛？就是还是让文道。我觉得这是原则问题。他因为跟他父母现在住在一个旅馆里，不是这个问题。待会儿可以让原则问题就是我们要保留利益给被怀疑的人。是徐老师，我们怀疑任何事情要有根据的。对，咱们也有咱们的风流快活，是吧？让他看看那个什么，哎，我跟你讲，你也得羡慕羡慕我们。昨天，泰晤士河伦敦塔桥为锵锵三人行大开，天门中断楚江开。不是本来说那桥坏了吗？奥运没有啊，奥运五环标志升旗了，你们又修好了。大桥打开，真的是为了锵锵三人行之船啊，从泰晤士河上开过去。这个你不是放过一次了吗？这个这我准备放五次，这是第二次。昨天那叫序曲，今天文道。看看，气死你！要看一下，没有啊。
这个船呢、啊、是来自深圳的蓝驼号啊，从香港开过来的，参加过女王的这个泰晤士河的巡游，船帆上还是龙啊，警报响了，拉响这个警报就要驱赶这个行人把下面这个桥啊升起来，听说是专门为了我们锵锵三人行升起来的啊，说着都心虚，这有点像打开伦敦大门的感觉，这就天门中断啊，楚江开了，咱们合影了，快快快，来来来来来来。最大的奥运这个五环真棒啊，看刚才这个塔桥不是打开让我们过去吗？现在我们过去了，哎呦，缓缓合上，马上恢复通车。你看，马上这个人又走了。现在由文道代表刘翔的父母发表讲话。什么刘翔父母？我正想说你们刚才那段很好的《蓬门今始为君开》，哎呀，你错过了吗？伦敦被你们打开了，对对，伦敦的门呐、啊、被我们打开了。哎呀，哎呦，真相浮出水面，真相浮出水面了。没错，这就是象征我们锵锵三这几天、英国的这个会晤活动啊，很多呀、居然都有英国保守党的什么议员呢、要请我等吃饭呢，对，他们知道锵锵三人行在中国举足轻重啊，对，而且你们现在这个感觉好像有点像这个鸦片战争是我们打赢了，我们把船开到泰晤士河，你说的这个就像太好了，是那个意思是吗？当年他们你看刚才有个炮舰嘛，是贝尔法斯特号，对对对对，法国的炮舰就亮一边去，当年打败了我们的渔船，现在我们驾着深圳的渔船呢，开进了泰晤士河，就像中国军团是吧，就下船的就你们几个，哎哎，你还是代表刘翔父母范围、没有没有没有，我不想当然不是，而是正好这几天呢我就能够跟他父母住一个酒店、然后呢有一天晚上就有些事儿不好拿出来讲，但是我能够在那个过程跟他父亲聊天啊，我就发现他们真的是很紧张，很紧张，那种紧张是非常认真的紧张，那他也给我看了一些东西，那他就是他提到一个事情我觉得我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就我们平常可能不容易想到，他说运动员啊，身体是高度敏感的，就你身上有任何一处有一点什么小伤患或者怎么样，他会自己把它放大，你会自己忽然觉得哎呦这怎么，而且越到紧要的关头的时候那个东西越大，事情变得越大，所以这是不是可以解释为什么就是偏偏到奥运脚跟就是越到紧要关头，但是奥运就是这样一个东西，这个梅里特他就说、他认为他是一个技术犯规不是伤，但是他就是说奥运这样的地方人就不能有一丝错，对，他就讲了一条，我觉得两个网友的这个我读一下哈，一个叫刘翔永远是中国人的骄傲，不管怎么样刘翔都是最棒的，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另外一个说一直不喜欢刘翔但从不否认刘翔，今天第一次摔倒没有丝毫惊讶，看到他扭头回到赛场回到中场让人觉得他更加成熟了，也相信他有更好的明天，对，其实这是偏理性的，我觉得还有一个根子就是我还得说啊，这个不怕得罪人，偶像崇拜这个事儿我认为不靠谱，对吧，这个人强就是强，但是你不能发展成是神，因为如果凡人成了神你就是让他也活不好，没错，对吧，大家他不是神呐、他就是个人呐、就是哎，这你说这偶像崇拜靠谱吗？你就偶像完了之后，你又觉得哎呀你变了，或者说啊，一旦被当偶像架上台以后，什么叫偶像？偶像不就是假象吗？假象就要表演嘛，但是一表演就有表演水平高低的问题，就会被看出假来呀、说你没演好，你对不起我们。你说就会出现这种问题、有篇文章说好像农民啊为了求雨拜龙王庙，拜那个神像，但是雨要求不到啊，就一锄子把那个龙王庙砸了，对，是，甚至我跟你讲、你说这到底是谁的错，甚至说啊被当成偶像的人我跟你说很难免的，当然他也会表演，你把我嫁成这样啊、我很难不在你面前表演、但是一表演呢、不同人的表演风格呀就有了喜欢的和不喜欢的，但你要，而且要了解，就这种他接受崇拜的这个压力，有时候大到一个程度，他会传染出去。
而且会让你做任何事他都会觉得有压力。比如说举个例子，像我这几天碰到一些参加奥运的我们中国军团的一些父母们，那些健儿的父母们，他们那些父母比如说有些孩子输了怎么样，这种情况你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讲，你知不知道？你要是因为你之前赛前比如说你看到刘翔爸爸妈妈说哎呀你儿子那些什么，那个压力那是个压力，对不对？恭喜他说预祝成功，这也是压力。输了你看到他安慰他，那还是个压力。你懂我说那个意思吗？就你怎么说都不对，就他已经被大到这个程度的时候，8年前雅典奥运刘翔最风光的时候，他母亲说过一句话，他说希望大家等有一天他不能赢的时候你们还能喜欢他。哎呦，这真是母亲的心啊，妈妈的心啊，我觉得这就是妈妈的话。是啊，这是最靠妈妈的话。真的是，你就说美国那菲尔普斯这回就拿了一个什么接力的金牌吧？没有，三个，反正比起以前也差，好厉害了，这已经是比八面那个是那个事情。